接下来是今日热点，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的24小时里全国关注度最高的新闻热点。你回家吃饭吗？央视近日做了一个新的街头采访，看看大家平时是否回家吃饭。这一次又有了不少神回复。回家，回家上你家吃去。我看到你就忘了词儿。你是哪台的？我很幸福的。但所有的回答在这个小宝贝面前都弱爆了。回家吃饭啦，宝贝儿。